梅毒可以治愈吗？如闻医生特邀专家周燕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。梅毒应该是可以治愈的，因为梅毒是梅毒螺旋体感染引起的疾病。那么我们针对梅毒螺旋体最有效的药物就是青霉素，而青霉素里长效的变形青霉素，因为它的使用方法非常方便，肌肉注射打上两三周基本上就好了，大多数病人都能好，只要它不是一个耐青霉素的以及慢性的病患啊，所以它对身体的影响也不是很大，绝大多数患者是能够根治的，一定要重视要发现这个病啊，进行正规的治疗。我这里顺便再强调一下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患者去到私立医院去治梅毒，其实变形青霉素也就是十几二十块钱一支，真的是很便宜的治疗，一定要在正规医院诊断和治疗。